第一步，安装底脚。安装输送。在安装输送的过程中，输送一定要安插到这个面有一个平面的一个角度，一定要安插到最里面。拿住你的条。什么？安装输送以机头桌面投到水平。第三步，将输送的高度与机头的高度调至同一平面。第四步，地管安装到压包这边。这边太黑了，都看不清。
你切切完了。怎么切啊？那个不太好。第五步，光纤的安装。后输送。在安装输送的时候，一定要根据它线颜色的匹配，安装机头的航空插件。这个是主要的一个电源，you
人背过去一点，这边光看不见，一团黑。这样可以。你帮我扶一下，我也不好。你是干过什么？你停在这儿，看一下。很亮，是吧？这个亮，因为那个闪光灯亮开的。那你就说一下吧，你爱哪个你就说一下。然后进入。首页以后，按照这个 IO 显示，然后观察黑屏原位 X6 和压膜原位 X10 是否通电。通电正常情况下显示红色，未通电情况下显示白色。然后将尿位检测
一二三四分别打开，返回操作页面，调试手动，各工位检测正常以后，开始调那个平样。首先开始调这个平子高度，高度根据不同情形而定。调试方法：将压平打开，还有什么情况？小心点。打开之后，将瓶子调到压瓶压板刚好压住位置。然后调试完成。然后是调试压包高度，根据瓶子调节上下。根据您的要求来调瓶子，一包的是几包？是三乘四或者四乘六？瓶子当你四乘六的时候，横向是六瓶，三乘四的时候横向是四瓶，调节可由。我把它空掉。修钢板丝来自由调节瓶子的一个宽度。宽度，看这个是宽度。四瓶当中是四乘六，一包是二十四瓶。我装这个，我先把它转歪。检测到位。将检测到位，调制
将检测到位调至瓶盖的中间。调节挡瓶位置，如4:6，将6个瓶子放入输送袋中。然后放置6瓶，最后一瓶必须在光圈的对照范围。如调3:4，就放4瓶水在输送袋当中，将挡瓶杆调至4瓶最后一瓶的底部，与它靠平。调这个挡瓶，有看到两条这个洗的这个槽，它可以自由调节。只要将四颗螺母把它松动，就可以自由调节。那去当尾部。调3:4，气缸也要调吗？对，气缸也要调。在调的同时，气缸也需要进行相匹配的调节。的时候检测受膜电机方向是否有没有反掉。现在电机处于逆向，调节办法：关闭电源以后，将火线调换一根。
要穿那个下身膜的时候要注意，又搞不舒服，用肚子把膜脱下来，要不然烫死。是前叔送的插头，也必须将颜色线对线插头插好。一直差不多，你搓一搓就行。你说你每一项每一项的搓。蜂蜜期时间调节5.0，你看这个时间，这个时间控制的是工作时报警必须在5秒之内启动，超过5秒之后复位，检测延时。控制停止到位，压膜延时，控制压膜，热风延时，控制热风刀上升时间，压包延时，检测延时0.4，压膜延时0.1，热风延时1.5，压包延时0.1，单数排数6。在生产34的情况下，单数排数设置4，推平延时0.5秒，反平延时0.1秒，推平退道延时0.5秒，热风延时3.5秒，热前输送开延时0，不用设置。
开机的时候，计屏显示必须清零，然后工作开始启动。